Hello, welcome back to Fire Official。今日就系幻想铁路嘅第143集，就系介绍屯门站。咁我哋而家喺嘅地方就系兆康站嘅大堂，开始我哋今日嘅旅程啦。下一站屯门，乘客可以转乘屯荃沙线或轻铁。下一站屯门，乘客可以换乘屯荃沙线或轻铁。Next station, 屯门 Interchange station for the 屯门 Chunwan Shatin Line and the Light Rail。次はタブロモに停まります。出口は右側です。タブロ前沙線。京鉄はお乗り換えです。好，咁我哋咧就嚟到咗屯門站。屯門站咧就係呢只顏色，我都唔知點樣形容好啊。藍、淺藍色、中藍色、中藍色啦，好唔好？咁佢咧就呢、這個站咧就係屯馬線同埋屯荃沙線嘅交匯站啫，都係屯荃沙線嘅終點站。咁先講翻現實部分啦，就係屯門站嘅高架月台、屯馬線月台一號月台咧，就去機場經屯門；二號月台就去葵涌。咁呢啲咧就係長進咗嘅月台幕門啦，唔用驚。咁就有升降機啦，控制中心同埋一堆嘅電梯樓梯，係啦。電梯係呢個方向，呢度冇一部電梯。然後呢度就全部都是樓梯嚟嘅，即係佢兩個方向，一邊電梯一邊樓梯啦，係啦咁樣嘅。咁佢呢個天花板咧就用咗彎形嘅月台天花板啦，然後有一個啲排風管啊，係排風管喺呢度，冷氣槽啦呢個，唔知點解呢邊冇咗個冷氣槽，俾人轉咗做紅色燈，有人 feel 錯嘢應該。呢個應該係冷氣槽嚟，呢盞紅色燈呢旁係啊。咁就用咗一個比較即係好大圍站嘅假天花設計，係啦。咁我哋沿住樓梯落去啦，落去大堂啦。咁大堂咧都係電梯同埋樓梯都非常之多嘅，因為要照顧埋落去屯荃沙線嗰啲乘客啦，咁所以咧亦都會有啲電梯向下行嘅。咁誒區內就有。好多商店，最特別係呢間幻想便利店啦，你係可以喺度出閘嘅，仲要係順便俾埋錢，一路買嘢一路出閘一路俾錢啊！啊，三合一，牛扒、芒果、豬扒、芒果、雞髀、芒果，然後仲有叉燒、蘑菇湯、香蕉、菜心、麵包、青蘋果、熱狗、奇異果、青瓜、noodles、紫菜同埋 cake。隔離呢間就係 FF Group 嘅 JLEC 電梯零件店。K 呢個係 Ending 服裝店屯門分店，請使用隔離特門。隔離有門咩？冇啊！服裝店好富豪黨嘅，不過富豪黨嗰啲就冇埋剪衫啦。跟住呢個係芒果，隔離係胸鋪，然後呢間係青玉遺跡店，珍珠奶茶、黑糖珍珠鮮奶同珍珠綠茶乜都冇。然後咧呢、這個就係屯門站 TJ 便利店，乜嘢都冇。又是遺跡一間，隔離是 ABCDEFG 旗艦店遺跡一間，跟住兩間吉鋪啦，跟住係客滿中心喎，然後呢邊咧就有我哋嘅咖啡便利店，冇記錯應該係，睇個顏色就知係啊。苦力花日報、魚蛋日報、普通咖啡豆、中級咖啡豆、高級咖啡豆、貴族級咖啡豆、皇帝級咖啡豆 ，Oh no！ 何福堂遺跡店，點解我出咗嚟啊？呢度斷咗，唔怪之點解我出到嚟啦。紅福堂遺跡店啦，咁我哋出閘睇一睇啦。A 喺邊度 ？A 應該係呢邊嘅。首先 A 出口咧就去杯道路啦，咁佢就係好似一個隧道，佢出到去之後係啦，灰黃色，好隧道 feel 嘅。咁就落到去杯道路下面呢條路啦嚇。我都大概6年冇嚟過呢個出口啦 ，A 出口係啊。跟住呢個係。Pop 10 Computer 預留空間變咗遺跡，
呢個係智商銀行 ATM 提款機，拜輝王啦，智商銀行如果冇記錯係。跟住仲有 Canicina 火爾嘅 M Electrical， 本店正處於裝修，九月中開始營業，而家過咗九月咯，執咗佢啦。呢間係 Oreo 好好味遺跡店，係咁。然後 B 出口咧就係、是、去輕鐵新發站屯門市廣場。呢度本身咧就應該叫新發嘅，輝煌講嘅屯門歷史咧就係、是、叫輝煌啊，唔係屯門歷史唔係叫輝煌，屯門歷史應該叫新發。黐線，我講咗做屯門歷史叫輝煌，就咁樣啦。咁亦都有對面嘅輕鐵月台，不過要揾個位落去先。嗰個落去嗰條電梯喺度。死啦！落去嗰個係咪冇整到咧？啊，輕鐵嗰啲留翻200多集先介紹。推車大法號。好，跟住 C 出口咧就係、是、去公共運輸交匯處巴士總站啦，就係、是。咁就有三條電梯同埋樓梯可以落到去巴士總站嘅。咁就呢度就分咗 C 一去青山天主教小學啦，同埋 C 二就真係去巴士總站嘅部分。係啦。上翻嚟先，然後就係介紹 D 出口。D 出口咧就係、是、去呢、这個 V City。V City 就封咗 ，V City 三期啦嚇，封咗嘅。繼續啊，一堆玻璃嘅出口啦，係商店吉鋪一間。然後呢間係咩啊？呢間係輝日 Pizza， 菜心同青瓜取餐。咩料？熱狗叉燒、奇異果香蕉同埋芒果。跟住呢間係站站通涼景雜麵、巧克力蛋糕、海南雞飯、蘑菇湯，然後 E 出口就去 Visited 都係三期嘅。跟住呢度仲有我哋嘅 Number One Dessert， 跟住佢封死曬，我攞唔到個 staff 嘅餐牌。F 一出口去的士站呢度係啦，然後 F 二出口咧就係、是、落去嘅，落去叫做輕鐵和田站。電梯冇起完就咁樣嘅，點解啲電梯斷曬？我記得之前起好曬噶，啲電梯斷曬有冇講？點咧？屯門站，跟住呢個應該係和田站一帶啦嚇。誒，佢冇寫名嘅點解 ？Whatever 啦，我唔理啦。冇啊，冇站名。冇站名陰公。好。誒，呢個和田。好，Peter。啊 ，Peter 啊！見咗你嘅呢度啊，呢度咁遠呢度大，咁我哋係時候睇外觀啦。外觀就係咁樣嘅，真係按翻佢張相嚟起啦。佢下面嗰啲就係一堆嘅排風機同埋一堆唔知點解貼木，跟住仲有隻紅啤啤樣喺度。啊，唔係我自己整噶，佢事實真係咁樣。咁喺呢度咧就係輕鐵站啦。就是这样了。屯門站的介紹就很快就來到這裡就說完了，上面那層而已，下面那層都沒說，是不是？啊，扮嘢先得㗎。好，接著我們入翻集繼續介紹啦。咁咧就要找一個下去，這個是上來的所以不行啦。下去咧就是這裡，係啦，屯荃沙線。地巴同埋 G 出口去地巴屯門站嘅，咁大家有睇地巴60M 嗰條片咧，其實屯門站嘅下面嗰層月台咧就有率先公布到嗰個結構，係啦，咁佢就好質如衝 feel 嘅，好多條通道嘅，可以過到去。咁屯荃沙線嘅總站咧，所以咧就得一個月台啫，三號月台就翻火石洲，翻屯門啦。G 出口咧就地巴屯門站就要行呢邊嘅。屯馬線亦都可以行呢邊啦，咁樣嘅啫，其實都係 G 一 G 二地巴屯門站同埋地巴地下，係啦，啊唔係屯門地下，黐線，屯馬線就同埋 A B C D E F 出口咧就要向呢一邊行，即係轉翻彎出去啦。咁呢個就係地巴屯門站啦，出閘先，直接連住嘅，就唔使行乜鬼嘢電梯啦嚇。咁啊呢個站咧就調翻轉一號月台喺呢度嘅。一號月台首先往九龍同埋荃葵咧，就有60M、66同埋260C。二
二号月台就去新界东二六三三条线，三号月台去港岛同埋郊区九六一同埋六一 K， 四号月台就去翻屯门六啊六同埋九六一，翻山景同埋大兴嘅。G 二出口就去屯门地下，就一个地底住屋区啦，吓、啊、就咁样嘅。跟住中间咧就有地巴嘅一条路，会行横跨呢度嘅地巴啲车，咁啊后面仲发展紧啊，就咁样。啊！幻想铁路屯门站啦，地巴屯门站被人拆咗啦，唔知点解发牌。呢个系咩啊？杯道居呢、這个就再落去噶啦。哦，咁样落嘅杯道居就系地下式住宅啦，系啦，唔同嘅，唔使系咁 remember 六十 M 嘅。咁多嘢多。系啦，总之系一堆嘅住宅区。是咁样啦，咁G 出口咧都介绍完毕啦，咁我哋屯门站喺呢度咧就真系介绍完毕啦，咁我哋下次介绍嘅站咧就系友爱站，系就唔系轻铁嗰个友爱，系真真正正屯马线嘅友爱站啦。未订阅嘅朋友记住订阅 Fire Official， 咁响隔篱个钟仔当 FFV 一出片嘅时候，你就可以收到即时嘅通讯。赞好呢条片，赞好 Fire Official Facebook 专页，加入 Facebook MTR FFV 追踪群组，加入 Discord MTR FFV 俱乐部。我哋两日之后就会喺友爱再同大家见面，拜拜 ，See you later， 实现啦，就系、是、这样。